大家看，街上都没什么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花篮街啊，我这一路走的没什么人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拍。我跟那儿走回去，我这没找着那个所谓那个当趟，我明天问一下房东吧。这个城市啊，我觉得它之所以比较凉爽，很有可能是海拔高的原因。你看它的各处都是坡，
Thank you.